Hello， 今天吃一个麻辣烫，还有热热茶的一些甜品。这个是芋泥芋圆，我宅在家里真的太冷了，真的好想吃麻辣烫，就点了这么大一份。鱼皮饺，第一次吃麻辣烫里面加脑花，哇，好新鲜啊，好好吃，而且一整个都很完整。今天汤汁还有一点点咸，手工面。好咸啊，今天这个好咸好咸。我感觉他今天盐放多了，之前吃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咸。还是热热茶蛋糕好吃。好好吃，我把这上面的一些
配菜吃了，然后这个面我就不吃了，真的好咸啊。紫薯丸子，手工面，我感觉有点像被泡烂了的那种面条。真的好软，这个芋泥跟黑糖芋泥是一样的，只是黑糖换成了咸蛋黄流沙，但芋泥还是挺厚的。